那其实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把这个 Christine 这个粉底呢打完了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把它，因为它长得其实很 Q，所以呢，就是在打粉底的时候呢，就是用了这款粉色的这个粉底膏，就把它直接就拍在这个脸上。为什么呢？它脸上会有很多的痘痘。那其实长痘痘的人最怕的就是这种刷粉底，因为刷腮红，因为这些痘痘是鼓的，所以你一旦一刷的情况下，你本来用粉底都已经把这个痘痘都盖住了，但是你一刷那些痘痘那些尖儿，它们是最先着到这个红色的，所以原来的那个痘痘那个红会显得更加的大。那我们一般通常呢，就是只要长痘痘的人呢，我们也可以打这个腮红，但是这个腮红呢就一定是要拍上去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看上去哎皮肤还觉得还不错，它真的皮肤太干燥了。那还有呢，就像比如说像眼底的部分呢，今天它也有一点点那个眼袋，所以眼底这部分呢，我加入了一点点这个黄色。那还有呢，今天比如说这个白色也是同样用得到，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 Sponsor 化妆品吉米娃娃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开始吧，这个美女怎么能打扮的就是更 Q 一点？所以呢，我们先要把这个眼线做一个处理，因为她的整个眼睛其实很漂亮。画眼线呢，通常一般就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呢，你就在她的睫毛根处，哦，她睫毛好长哦。睁开眼睛，通常呢，眼线一般的就是要调整整个，你要，比如说像他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无辜的那种芭比的感觉。其实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我说你们知道什么样的眼睛最那个可爱吗？他们就说最流行，他们就说狗狗眼，就是叫可，就是可人的那种。啊，狗狗那个感觉好像特别无辜，所以今天你的眼睛一定是那种像狗一样那种无辜的眼睛。来，闭上眼睛。有的时候碰到这些睫毛特别长的人呢，是一件幸事，也是一件特别讨厌的事情，因为画这个眼线的时候，它就很难去直接就 Q 到那里面去。但是没有关系了，还不错。好，再睁，上看，平一点就好了。可怜的人呢，一定后眼角是耷了的。你要看那些可怜的女生，她都说：“哦，先生啊，求你给我点钱啊！”都一定是那种很有那种就是可怜兮兮的那种感觉。所以眼睛呢，眼线记住啊，不是向上画，而是向下上看。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回笔，让这个可怜的更加的再动人一点。好，来看我，好，闭一下眼睛，好，可以看一下你可怜的程度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用这个吉米娃娃这个眼线笔呢，要帮他把这个可怜的这个眼睛做到更加清晰啊。这个啊，一般呢，我们画眼线的时候，通常先用眼线笔打一个草稿，因为眼线液一旦上去之后呢，就改不了了，非常难改。今天其实你没有发现一点呢，她的上眼皮会火眼金睛的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呢，眼睛如果不够大，或者特别想追求那种很芭比的那感觉呢，其实我平常很少给别人去粘这个双眼皮，但是今天我特别的把这种胶带纸拿过来，就是这也是专门粘这种行李的这种胶带纸，然后我用那种专门是剪那种纸的那种大剪刀，给她剪了两条贴在眼皮上，她的眼睛立刻就。给人感觉完全是另外一种，来睁一下眼睛，大眼妹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的下眼线呢，其实也是一样，适度的要加上一点点的这种虚虚的感觉，这样的话呢，会让人家觉得
哇，真的是属于很真实，不是要画一条死线。看啊，是虚虚的这种感觉。来，闭一下眼睛。好，睁眼吧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开始要刷上一点点眼影。上看。这个呢，就填在我们刚才画下后眼尾的那部分空的地方，然后包括我们的眼白这部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用一点点这个棕色的眼影给下面加一个外围的这种扩充。我们适度的呢，再把它的这个前眼头往我这边看，然后看我，对，好，往那边看，对，这样的话呢，会让这个眼睛拉长，然后呢，它的眼睛间距呢可以变再短一些。同时呢，我们再用浅一点的这个棕，调出一个稍微浅一点的棕，让它整个这个立体的结构再清晰一点点。哎，看到了吗？眼睛感觉就立体了很多。好，闭一下眼睛。好，睁。闭。然后我们用大刷稍微把它揉一下。上看，我现在呢是用这个橙色的眼影给它加在上面，因为我在日本街头看到很多那些美女，她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很粉嫩嫩的，不是那种特别干干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我在日本买的，这就不是我们吉米娃娃的，但它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。闭一下眼睛，它会变色，一会儿它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，就是明显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的法宝，这是我们那个吉米娃娃的。这个睫毛膏超级赞的，向下看。你看，刷睫毛的时候可以先向下，然后往上一拽，
然后再向上兜，好，睁眼，看到了吗？多可爱的眼睛！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再做一个小小的处理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让他的眉毛是这种黑黑的感觉，所以我要在这眉毛里面加上一点点这种粉色。哼，你看，如果是黑眉毛跟如果是黑眉毛的话，你会跟这个发红色的这种桃红色的这种眉毛放在一起的话，你会觉得哪个更动人呢？所以呢，眉毛的颜色很重要，不要光看这两撮毛，真的很重要哦。通常呢，我们会用这种加法呀、减法呀，因为现在来讲呢，就是眼睛很亮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嘴就用减法。一般通常会说处女的嘴唇呢都是那种粉嫩嫩的，如果你看到女生的嘴不是粉嫩的，那个就不是处女咯。所以呢，女生的处女嘴非常的重要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用一点点的这个唇蜜，让它给人感觉很多水当当的。很多时候呢，男人看到女人的嘴呢，就会有很多的遐想，所以呢，男人通常看到的唇，这样的男人呢，一般会属于那种性欲比较大的。所以我们这样漂亮的小妹妹就诞生了。如果有幸运的男人来，你可以回眸看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女生的来，你可以自己看一下。是吧？对啊。其实很简单，而且我们就这么十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就唰唰唰一个美女就诞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这个节目呢，我相信可以让很多的女人都变漂亮。我希望你们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。